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爱冒险的皮皮啊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嘎妹。嘎妹，咱们的房子是不是被爆爆弹炸坏了？我去修下房子。皮皮，你一定要小心点啊，咱们附近的恐龙太多了。啊，我被两只恐龙围住了，看我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我左手右手拿着双节棍，嘿哈嘿哈。嘎妹，你看我现在打恐龙和过家家一样。完了完了，我被咬死了。哈哈，皮皮，让你这么狂妄，被恐龙给咬死了吧？你带一个砍树的工具，怎么跟恐龙打啊？不行，我就是把斧头用坏了，要打死他们。我现在可是能复活20多次呢。哦吼，解决掉一只，喂，另一只回来，别跑啊！算了，还是不追了，我来欺负这只小翼龙吧。我去，它剩3只了。啊，我被包围了，嘎妹儿，嘎妹儿，快来救我！我打，我打。给噎死呀，这么脆呀，一碰就死了，整得我大呼小叫的，又该让嘎妹笑话了。皮皮，你真的是有艺术家天赋啊，要不你别打怪了，你去直播当行为艺术家吧，那样你直接在家收钱就好了。我不要我不要，我还是打恐龙吧。我打我打，恐龙怎么都来追我了，好惨啊。嘎妹你在哪儿？我也下来打恐龙了。皮皮，我来找你了，我们把房子给修好吧，我把多余的都给砍了。啊，我不小心都给砍没了，对不起皮皮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的，哥们儿，我再重新装一下就好了。你看现在不是好了吗？我去把门给装好。哎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好多了？我去，我也给全打没了，看来这神之斧也没有那么好用啊。我好难啊，皮皮是不是很搞笑？